不得不说，杨幂有这么好的资源，离不开她的商业头脑。迪丽热巴还在大学的时候就被杨幂看中，并签约。这个少数民族的姑娘十分给力，演技颜值都在线，难得的是还有一身才艺，为人也很低调。虽然《奔跑吧》与鹿晗组 CP 被黑倒贴，但这并不影响她的好作品出来。迪丽热巴可以说现在已经不需要 BOSS 杨幂的全力扶持了，所以大幂幂又开始捧新人了。这个人就是张雅钦，即将出演《扶摇皇后》中的花痴公主雅兰珠。这部由杨幂、阮经天主演的 IP 流量剧还未开播就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期待了。小说好，主演又是颜值演技在线的明星，完全不用担心会扑街，肯定会和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一样火，所以剧中的花痴公主也一定会被大家喜爱。原著中花痴公主雅兰珠是扶摇的雅公主，后来成为扶摇女王，是孟扶摇好友云恒的知己，喜欢高伟光饰演的战北野，逐爱一生。而战北野眼里只有孟扶摇，注定了他的苦追不会有结果。不过他并不恨孟扶摇，雅公主的人设和凤九特别像，都是单纯善良的可爱得怪的角色。他说，我喜欢战北野，喜欢他的堂堂正正正大光明，那么我也要做一个堂堂正正正大光明的人才能配得上他。